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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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，扛不住了吧？啊，今天那鸭子扛不住了啊，开始吃东西了。大家好，这早上还是把鸭子先喂啊。这个鸭子今天的状况，昨天还是要饿它一顿啊，是不是？都下来了，我们扛下去看一下。走，100斤，昨天省了一点开支啊，今天看一下他们的状况，还不见，还不来迎接主人，你是不是？有吃没吃？饿了吧？啊！是不是？跟老六玩这一招，看谁的嘴巴硬。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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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只白鸭，我们来点一下啊。这里有四只，还有没下来的吗？还应该下来，慢慢的下来。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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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们不怕人呢、啊？啊？缓过神来啦？饿得没办法啊！还有在后面，还一只白鸭子没下来。哇，还那么多！看见这个鸭子没？时不时要饿上它一顿。哦，那只白鸭子下来了。那是刚下来，这些吃的又上去了。不下来就没事啊，他们虫子也有，也吃不了多少玉米啊，你们啊，吃了半包差不多。这玉米比较金饱啊。鸭子咱们喂好了啊，这。一只狗子、汪汪的叫啊，所以主人猪食，狗子和猪一起吃。很多人说老六，养这么多东西，忙得来吗？这怎么说呢？在我忙的时候，老三，你们还在睡觉。哼。六帅。吃饭啦！好嘞，吃饭，开饭喽！啊，六顺，进去，
进去，这狗子还挺粘人，进去看，啊，进去吃，嗯，这几只狗子下次等它大一点啊，陪我上去放牛的，快去吃，人家在吃。你还握手啊？握手，哎，好狗，握手，哎，好狗，握手，哎，好狗。这狗子蛮听话的。握手，其他的呢？其他的不会伸手。握手，哎，哎，握手。你干嘛？握手，哎，好狗。哎，嗯，好狗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也来了。嗯，听话，六顺，六顺，六顺。这个羊加点玉米啊，这个昨天咱们的羊把这个关起来了，这个几只羊也要不了多少草。来。这个害人，你们加餐。这只抓回来的番鸭，我们隔离它已经好了啊，看看会不会吃。很多人说这里面有没有甲鱼，昨天咱们见证了一下，你看昨天给的料还没怎么吃完啊，昨天咱们随手一掏啊，掏到七只，而且好像长大了一点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能掏到吧，掏到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了几分钟没捞到哦，昨天肯定受惊吓了，昨天咱们一捞就七只，而且长大了一点啊，长大以前我们刚呢不就是一块钱硬币那么大，现在有这么大大的，还有这么大，啊，反正投的料是每天啊，昨天下午投的，刚刚咱们来投的时候就有几粒在浮在水面上啊，还是我们投的料每天都吃完了。但是等咱们盘到那个鳝鱼苗了啊，我们就来清点一下这个甲鱼的汁素啊，如果都在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出来，四周围一下那个鳝鱼苗，然后就进网箱啊，这是只是想试一下知道吧，我看人家好多养鳝鱼的是吧，关在笼子里养，我靠，几十斤上百斤的，可以试一试啊！期待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抽干点一下。还有多少甲鱼？7:51，几乎牛棚这边忙完了啊。这就是咱们每天早上在干的活啊。鸽子的话，昨天已经点好玉米，我们昨天把这里简单的铺了一下，美观多了啊！我俩每天走过来，我靠，要绕路走。坑坑洼洼，走，看牛去。